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汉，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少女回战最香最色的手游，旭哥来做攻略啊。那这一次呢，这个 U 啊加周瑜啊，最强的这个 T 零能拳脚要登场啊！哇，那这一支呢真的猛，可以这个无视防御的造成输出啊，然后又是这个最强的这个 PVP 的神脚之一，真的是必抽啊！那登场旭哥在攻略会讲这个周瑜的技能组啊，还有他的各个强势的地方，然后分享这游戏最全礼包嘛，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哇，真的太香！这个周瑜，而且他还有这个鲁韵可以看啊，超赞！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嘛、礼品嘛、兑换嘛、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都在频道首页。那旭哥有设这个旭哥手游攻略少女回战的攻略专区，这边有90多部将近100部的攻略影片啊，各种角色推荐啊，各种转蛋福利色色的东西，还有各种的很好用的秘技啊，都在这边。哇，这个非常重磅的情报啊，来了来了，该来的终于还是要来了。这个 U 啊加的这个鲁韵周瑜啊，哇，这个超香超色的，这个贴在玻璃上，这个鲁韵周瑜白丝袜这个女仆装的，那终于要来了。这一支 CV 呢是这个幽木碧，那我们台服即将抽，那这一支是非常优秀的 T 零神脚。那旭哥这里攻略会详细的讲这支周瑜的各种技能组，还有他这个必抽的原因啊。好，那我们最新推出的这支 UR 加周瑜呢，那是最强等级的 SS rank， 就是 T 零神脚啊，跟这个像是诸葛亮啊、吕布啊这些角色，还有像是孙权啊、刘备这些 UR 加的角色都是最强等级的。那这支属于这个控制型的攻击手 ，Ctrl 加这个 Attacker， 控制型的攻击手。那它有这个燃烧赋予，可以这个继续贯通的伤害啊。这个就是无视这个防御啊，可以直接贯通伤害这样。那燃烧状态的敌人呢，被这个敌人打到的话，伤害可以减少 40%。还有这个战场的这个燃烧效果呢，是不能被消去的，这算非常强势。这个 UR 加周瑜，那这支 UR 加周瑜呢，属于这个智力型的角色，那是属于控制型的攻击手，势力是无阵营。那图鉴的属性会有这个状态异常耐性无视 3%。还蛮适合这个周瑜的，还有这个智力加300，这个都是蛮适合周瑜的这个属性。再来，他打这个刘侯，还有这个时空乱舞，都是最强的 T 零等级的。那打主线啊，打问鼎中原都有不错的表现，还有东山秘境。好，那 UR 周瑜，旭哥之前就有抽了嘛，有看旭哥的频道应该知道，这个 T 零神脚旭哥基本上是必抽。那你有跟旭哥的攻略的话呢，基本上都会跟旭哥抽到这些很好用的神脚。好，那 UR 加的周瑜呢，更是这个 UR 周瑜的终极的强化版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主动技能好了，主动技能第一个的话呢 ，UR 加周瑜会变成对随机的六名敌人，从四名变成六名，就是在提升了这个伤害的输出的这个数量，然后造成这个 1200% 的法术伤害，那伤害值也提高了，六名敌人造成 1200% 的法术伤害。那自身的智力高于目标的话，攻击必定命中。那目标处于燃烧状态的话，彗星一击几率会提升 20% 乘以这个燃烧状态的持续回合，就是这个几率也会提高，这样基本上就是很多数值都在提高了。 UR 加就是终极强化版嘛。好，那 100% 的几率使目标进入燃烧状态持续3回合，那脚已经处于燃烧的话则会延长一回合这样。那攻击呢，触发3次的话，彗星一击则会追加发动一次这个主动技能一，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攻击的敌人的数量，还有这个几率提高，还有这个就是伤害值也提高，都大幅的在强化了。那主动技能二也是有强化，这个 UR 加周瑜对随机六名敌人，从四名变成六名，然后造成1000%到2000%的法术伤害，有在提高这样。那处于燃烧状态的话，最高可以打出这个5倍的伤害，500%嘛，就是5倍的伤害都有在 buff 这样。好，那 UR 加的周瑜呢，被动技能一样都是有大幅的在强化过，比如说像被动技能的第一个这个命轮加一的时候会开启的这个次郎特大，那攻击力加 60%， 那彗星值加 LV 乘以400。那第二个被动技能命轮加三的时候会开启，那受到这个有燃烧的这个敌人攻击的时候呢，被伤害会减少 40%。
再来呢，密轮加五的时候会开启这个仓叠特大，那 HP 上限加 60%， 那法术防护加 LV 乘以500，那还多了这个密轮加九，会有这个终极的这个被动技能。那这个在这个战场上的话，这个燃烧的效果是不能被消去的。再来呢，假如这个被燃烧的敌人被打挂的话呢，那周瑜还可以再额外的补 30% 的血，算是非常强势。把人家打挂还可以补血，就可以看到之后周瑜应该就是血量会一直回，就是打不死的那种感觉，非常强势。所以这是真的是 PVP 的这个 T0 神角啊，那也是目前排行榜 T0 神角最强的原因。好，那最后这个 UR 加周瑜呢，他的阴噬技能也有在强化 buff 过。那在战场上呢，只要有敌人处于这个燃烧状态下被打挂的话呢，会获得2点落阴。那获得这个4点落阴，进入这个阴噬的状态。那阴噬的状态 UR 加周瑜会有这个攻击力和这个防御都提升 80%， 就是还在强化这样。那阴噬状态呢是持续3回合不可。那 UR 加周瑜呢，既然是这个 PVP 神角的话呢，那阴魂当然就是给他装无当阴魂就没错啦，那可以先手先发制人，很适合这个无当阴魂的这个 UR 加周瑜。好，那最后我们来讲这个游戏的最全的礼包嘛，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首先点画面右下角的这个摇杆的符号，点进来，在这个画面下方就可以输入这个礼包码了 ，AOG888， 按这个兑换，哦，这可以拿到这个300个元宝，还有这个一个这个端午福袋，5HAPPY， 然后61HAPPY61， 然后按兑换。这可以拿到300元宝，再加上这个就是幸运福袋，那这个可以开到仙丹啊，然后还有这个星光盒，各种大量的好用的道具。KOG， 然后666 KOG 666，然后按兑换，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10个这个邀约券的 SSR 了，超赞的。我们就来输入 VIP 大写的666。VIP 大写666，按兑换，这个可以拿到10个这个星耀城，然后这个轮回盒以及这个2个郁金香。好，那下一组一样是前面 VIP 大写的，后面是888，按兑换。那这个有12个这个星耀城，然后8个这个邀约券 SSR， 可以抽到这个 SSR。赞的，再将这个玫瑰花，再来下一个 VIP 999，啊，999怎么变998？999，那这个可以拿到。好，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沃克安频道，看旭哥手游攻略，那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都在频道。那我们下一集见喽。